不过因为我们习惯走精简路线，这一首歌会跟你们平常听到的长度会有点不大一样，不过短小精干呢，你到重点就好了，所以希望这首歌你们会喜欢。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看要唱什么歌曲。好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
好哦，祝大家平平安安。啊，第二个愿望呢？每颗科目都可以考100分。好贪心啊，每颗科目都可以考100分，这么单纯。第三个愿望放心里。好了，跟我说，好了哦，这么快，是希望赶快交到男朋友吗？哦，那是我的愿望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小朋友那么可爱，请我们现场的朋友，不管你是拿饮料还是拿你的那个酒，都帮我把举小孩那个酒举杯好不好？对，举小孩，对，我现在想讲举小孩。然后帮我大声跟我们的 Fiona 讲一下生日快乐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好，来准备来，一、二、三 ，Fiona 生日快乐，来一起干杯。全体市民祝福我们的 Fiona， 虽然你住高雄啊，不过现在这边是台南，好不好？祝你生日快乐！是母羊座，哎，母羊座的